白血病在儿童身上出现，危害的不仅仅是儿童的健康，它还会给整个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一旦得病，就意味着一段虐心的煎熬，一个家庭的坍塌。是什么导致了我们的孩子得白血病？面对真假难辨的网络流言，我们该何去何从？平安365为您破解一则关于白血病的流言。有一个孩子还不到17岁，天天就扑在他的妈妈怀里哭，他说好累好累，哎呦，他妈妈没有干过眼泪。不就血癌吗？我得挺害怕的，可怕，太可怕了。如果要是有人得白病，就感觉给这家带来很大的那种痛苦吧。怎么说呢，反正我都不敢往那儿想。看着一个又一个遭受病魔的孩子，让人心痛不已。是白血病让他们的幼小生命从天堂般美好沦为地狱般恐怖和无助。关于儿童白血病发病原因一直众说纷纭，为什么血癌的魔手会伸向天真烂漫的孩子们？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会注意到网络上包括微信朋友圈里边在传播着一个帖子，流行的非常的广，题目叫做为什么得白血病的都是孩子，一下让所有的家长心紧张了起来。那这篇文章当中对于青少年尤其是孩子儿童患白血病的原因做了一些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真的是一时激起千层浪，这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一条流言？近日，一则名为《为什么得白血病的都是孩子，献给无知的家长们》的文章通过微信朋友圈广泛转发。文中称，很多小孩子容易得白血病，主要原因是小孩子最喜欢喝饮料。一条留言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这些饮料。那这个留言大概是说，在所有超过99%的饮料当中都含有一种物质叫做甜蜜素，说甜蜜素正常的情况之下通过人的这个消化系统、肾脏的代谢会排出体外，可是如果你长期尤其小朋友大量的喝饮料，甜蜜素的含量太高，身体没有办法排泄的情况之下，它就会进入到你的血液，然后进入到你的这个骨髓网，堵塞住它，最后影响到你骨髓的造血功能啊，那就得了白血病了。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那么这个甜蜜素到底是什么？长期大量的喝饮料会不会真的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系列的变化呢？您对于这条留言有什么样的想法？喜欢喝饮料吗？我喜欢喝饮料，拜托。小说了喜欢，然后爸爸说就说喝喝手就凉了。我觉得咱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引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饮料这个，反正我们自己是觉得尽量少喝。我觉得像这种碳酸饮料什么那些最好不要给孩子喝吧。每回都是出去就尽量多给孩子喝白开水，觉得那白开水是最健康的嘛。春晚福娃因白血病复发，于2015年4月28日去世，年仅8岁。因2013年在全国春晚扮演年画娃娃被观众喜爱，如此昙花一现的童星，不仅让全国观众为之扼腕叹息。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会得白血病呢？是否如流言所说的那样，元凶之一饮料，饮料，饮料？这条留言之所以会让我们非常的震惊，当然跟我们的这个邓明鹤小朋友的这个不幸呢是有关系的，让人觉得非常的痛惜，毕竟他只有8岁。另外一方面，从医生这里得到的信息，的确这些年来白血病的发病率在增加，尤其是青少年患者的发病率在增加。那么这样的一个白血病的发病的原因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在饮料当中到底有没有这种叫做甜蜜素的东西。为了检测市面上的饮料中是否含有甜蜜素，我们随机购买了10种饮料进行甜蜜素含量检测。那我们现在选取了10种不同的饮料，
那这十种饮料已经可以代表市面上的大部分的饮料类型。那我们有这个果汁饮料，有茶饮料，也有碳酸饮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对这十种饮料分别进行取样。我们刚刚对十种样品进行了稀释处理，那现在呢，我们每种样品取2毫升的样品液，之后加入3种不同的试剂，让它来进行一个反应。我们通过这个反应的结果来判断这十种样品里面是否含有甜蜜素这个物质。最后就是往样品管里加2毫升的蒸馏水，之后就可以等到上机的检测。饮料替代白开水作为生活中的唯一饮品，看似不可思议的行为却又非常普遍。是否如留言所说的那样，大多数饮料都含有甜蜜素呢？甜蜜素又真的是导致儿童白血病的原因吗？平安365精彩继续。现在我们十个样品的检测结果已经全部出来了。那根据我们的这个结果显示，其中有8个样品是检出了甜蜜素这个成分的，但是它的这个含量都在限量标准之内。甜味的东西会让人觉得心情非常的好哈，会让你心情开朗。但是大家现在讲求这个健康饮食，就很多人是说甜，谈甜色变了。说甜的东西会让你肥胖等等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条留言让我们一下子觉得非常的紧张。那么这个甜蜜素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有关甜蜜素会致癌的说法层出不穷，造成消费者的恐惧和不信任。我们日常的饮料怎么就成了致命的杀手？喝饮料等于白血病？白血病渐趋幼龄化，饮料真的是元凶之一吗？甜蜜素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否安全？甜蜜素真的是甜蜜的伤害吗？甜蜜素又称甜精，它的甜度是蔗糖的30倍，同时又没有糖精带来的那种苦味，成本相对也比较低。由于这些特点，它不含糖还甜，不导致肥胖，不诱发龋齿，所以说被广泛的用于我们现代的食品工业当中。那么现在我们在很多甜饮料中呢都能找到它的身影。我国于1987年开始使用甜蜜素，甜蜜素被广泛应用于糕点、果酱、饼干、冰淇淋、果冻、饮料、蜜饯、口香糖等食物当中，也是目前食品行业应用最多最广的一种甜味添加剂。有人把甜蜜素叫做某些患者的福音，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他不能大量的吃糖，但是还喜欢那个甜的口感，那你就可以用这种代糖啊，用甜味素。啊，甜蜜素呢，它有自己非常突出的特点，比如说它的低热量，比如说它的高甜蜜的这种感觉，而且它不会引起龋齿啊、心脑血管的疾病。所以甜蜜素其实在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可以添加在食品当中，甚至于是适合于大多数人去食用的。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传言是说小朋友们不喝水只喝饮料，长期大量的喝饮料，会不会导致甜蜜素在体内大量的累积，没有办法代谢出去，进而影响到身体健康，会引起白血病呢？
那刚才我们证明了饮料当中的确含有甜蜜素，下边我们要来证明甜蜜素会不会导致白血病。甜蜜素作为甜味添加剂在食品行业被广泛使用，如果网络流传的甜蜜素导致白血病的说法是真的，那么市场上含有甜蜜素的各种饮料食品我们还能吃吗？我们的孩子还健康还安全吗？如果甜蜜素不会导致白血病，那么白血病的发病原因又是什么呢？在验证流言之前，我们要首先了解白血病是怎么回事。白血病是一类血液系统的疾病，是由造血功能失控所引起来的，在儿童中比较常见，是一类发作快、控制困难、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恶性疾病。了解了白血病之后，我们来验证甜蜜素导致白血病这种说法的真伪。留言中说，如果不喝水只喝饮料，饮料中的甜蜜素就会随着大肠吸收到肾脏，由肾脏送到骨髓，大量饮用会导致甜蜜素堵塞骨髓网，影响身体造血功能，引发白血病。甜蜜素堵塞骨髓网导致白血病，这究竟是科学还是危言耸听呢？说甜蜜素是造成白血病的元凶，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甜蜜素进入人体之后呢，是经由肾脏尿液排出体外的。我们人的肾脏除了把一些残渣废料变成尿液排出体外之外呢，还会把一些重吸收回来的有用的物质重新吸收入血，再度被人体所利用。那么由肾脏直接进入骨髓这种说法呢，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留言中说，由于大量甜蜜素进入人体后很难降解，会在体内大量堆积，这种堆积会给儿童的身体造成伤害。甜蜜素难消化易堆积，这样的说法靠谱吗？甜蜜素在体内呢是非常容易被代谢分解掉的，基本上是不会存在大量的甜蜜素在体内堆积的问题的。同时我们市面上常见的甜饮料，它的甜蜜素的用量呢是严格遵循了国家的标准，所以也不会断断因为几瓶甜饮料就使得甜蜜素在人体内大量堆积，从而造成其他疾病的风险。所以说这些说法都是不靠谱的。通过以上内容我们了解到，甜蜜素并不会导致儿童白血病，但是不是就意味着儿童经常饮用饮料是安全没有危害的呢？儿童常喝饮料是一种不好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样对于孩子的健康往往是有害无益的。经常喝饮料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导致抵抗力下降乃至肠胃疾病等，还会大大降低孩子们的食欲，造成孩子消化不良以及营养不良等疾病。有多少儿童因为白血病而失去了鲜活的生命？有多少家庭因为白血病而失去了应有的幸福？疾病带来了痛苦，口罩遮住了笑脸，白血病究竟病源何在？究竟要如何预防才能让我们的孩子远离白血病？平安三六五，精彩继续。据卫生部门统计，儿童白血病的发病率已突破10万分之7，全国每年新增5万名白血病患者，其中近3万名是儿童，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白血病已经成了一个吞噬儿童生命的黑洞。白血病的发病原因很复杂，往往是很多诱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较多的证据认为与某些病毒感染有关，或与过量接触放射性物质和某些化学物质等有关。小儿所患发的白血病一般来讲都是急性的白血病，那其实是跟父母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我们的居室环境所处的环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在怀孕期间，如果这个孕妇每天超过有10支香烟的量的话，那这个孩子将来患白血病的几率就可能增长50%。另外比如说父母
啊，会接触到一些汽油啊、煤油啊、农药啊、化学品或者甲苯之类的东西，那他的孩子，尤其婴幼儿啊，或者这个胎儿感染白血病的这个几率就会增加。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的居室的环境，包括父母的一些生活习惯，都会跟孩子息息相关。虽然白血病有血癌之称，但白血病不是不治之症。白血病不可怕，重要的是科学预防，及早治疗。那么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父母要怎么做才能更好地预防儿童白血病呢？预防儿童白血病，家长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避免放射损伤，孕妇、婴儿应尽量避免白外线照射。其次是避免药物损伤，比如家里有化疗药和免疫抑制剂，应该避免孩子接触到。第三是避免有害物质的损伤，让孩子远离生产橡胶、农药、塑料等产品的化工厂。第四就是减少病毒感染，家长可以让孩子增加锻炼，提高抵抗力。直到今天，白血病真正的发病原因对医生们来讲依然是一个难题，而且我们的医生们也正在努力去寻找到一种更好的治疗甚至治愈白血病的方法，我们正在路上。所以不能因为我们还没有治愈它，没有攻克这个难题，就采取一种不科学的态度。所以一定要记得，所谓喝饮料就等于患白血病，这是一条流言。眼前这一幕发生在青海省海南州。2015年11月7日，位于海南州京藏公路上，一辆拉载货物的半挂车由于路面结冰，导致车轮打滑发生侧翻，车头翘起6米多高，驾驶室内两人被困。海南州公安消防支队的救援队员到场后，立即架设拉梯对被困者进行营救。你手抓好。经过10分钟的努力，救援队员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在此，平安365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雨雪冰冻天气上路时应减速慢行，切勿猛踩刹车，以免发生车祸。